各位居士代表，各位菩萨、弥勒尊佛，咱顶一回甲咱介绍即个楞严对境受持观，就是在即个楞严对境受持观内底，讲到即个对境受持观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毋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在即个眼耳鼻舌身意面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阵，要安怎受持？甲受观，已经甲咱讲完了。那么，今嘛要讲的，就是在即个受持观的人，如果来要透过即个大乘法，来受持观，那么佛陀讲即个人叫做摩诃延陀，就是讲伊修的是大乘法门，那么伊叫做大乘菩萨，伊也叫做大乘菩萨。那么这款的人，就是在三界内底呢，会使讲，这个人是最高尚的人，最高尚的人，因为伊透过大乘佛法来修这观，总有一天，伊会当成就无上菩提。就是讲，伊安尼继续修了，总有一天，伊的成佛，那么伊会当作为人中尊、众中尊。就是在三界十方，就是说在这个三界内底，在讲至高无上的人会当成就佛道。那么下面佫甲咱讲的，就是咱这个释论啊，就是在这个大智度论内底有引一句偈，引一句偈来解释讲是安那讲，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人。那么这句偈内底有引出这个修行人啊，甲世间人有一个无共的对比。修行人是含着灵鹫根，寂然灭诸恶，淡泊的一心，娑乐回天乐。那么伊这个真正修行人，伊找到一个清净的所在，伊伫迄个所在咧修止观。伊会当家内心的遮烦恼，含糊糊袂叮当，也内心的遮即个烦恼，遮恶烦呢，会当甲消灭，会当断烦恼啦，不但会当停止烦恼，也会当断烦恼。那么即个人得定得慧啊，会使讲逍遥知足，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，安尼，伊所得的禅定乐，所得的智慧乐。这不是一般天上的快乐会比平静，但是世间人都无相像，世间人求的是五欲乐啊，世间人求名利，求穿好衫啊，住好面啊，住好厝啊，开好车，爱世间遮的好的物件安尼。伊虽然得到，但是这款的乐是未安稳的吼，未安。可是世间众生明明知影这款求这个乐呢？有时会带予咱真侪麻烦，甲带予咱真侪这个痛苦呢。那么，但是伊嘛是要爱啊，伊嘛不爱停的嘞。虽然是歹往歹，伊嘛是要爱啊。但是这看修行人，伊得的这个这个禅定乐啊、智慧乐啊，这款呢，这是安稳的快乐，这是未比尽。咱去看下面一段文：若依在空寒动至心相应。自依地慧明，观诸法实相。那么出家人在修行的时阵呢，伊坐伫遐伫咧创啥货呢？所以是一般人讲，他就讲奇怪啊，伊世间的拢无爱，感情也无爱，名利也无爱，饮食也无爱，财产也无爱，糖拢无爱，恁活咧有啥意思？所以我进前。就捌曾经听到伊一个朋友在讲啊，讲人在讲伊啊，你安尼食素食，各项袂当对人享受，安尼恁人生活了有啥物意义，有啥物乐趣安尼？啊，毋知讲即出家人伫迄个所在，伊如果来咱透过伊用功延续着世间即个五欲乐，用功来修行，伊所得的禅定乐。这个智慧乐，这不是世间会比拼一个哦，而且这款的乐是真正安稳的吼，所得来这个乐未叫失无去，真正一个人得到高深的禅定，伊未失去啊，未退失去啊，
但是咱世间的钱财啊，伊今仔日哦得到真大的财富，这财富敢保得掉？有时呢，哦，歹人要甲咱夺嘞，差要来咱夺嘞，有时天火要甲咱烧，哦，也会甲咱烧。哦，所以有时呢，咱来知影，即款的物件，世间的物件，咱拢保袂住。佛陀甲咱讲啊，真清楚啊，这叫做无常法啦。哦，世间法就叫做无常法啦。哦，这佛法这是安稳的。哦，所以世间人都唔知这点，所以唔知讲，这个怪这修行人一穿一领啊，一件破衫哦，咱拢知影修行人的衫拢薄一块一块接起来。就是讲，即马唔是用，无当摕吹波啊嘛，嘛是需要的啥货呢？像阮这衫嘛是五衣啦、七衣啦、九衣啦，吼、哦，大衣者，嘛是需要，甲一块好好布，甲裁好一料一料，安尼甲接起来，啊，就一粒一粒，安尼甲，那讲穿破布做起来衫，即、这个六衣，这六衣主要是讲出家人的衫，五衣啦、七衣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九衣啦、十衣。哦，较早的衫拢是啥货呢？拢是去粪扫堆去捡人迄、那个去捡哦，去捡人迄、那个人无爱，人无爱耳遐角了，人丢掉的即、這个垃圾的衫，啊，摕倒来那个洗七遍，啊，即马了后会用一个部分，啊，那个加加的啊，裁裁剪剪的，然后经过七遍的洗清去了，啊，较天出来的啊，天做一件衫，做个人都是穿这件衫。这个本少衣哈，那么以前这件衫呢，出家人穿这件出家衣呢，在空寒啊，在空寒就是在一个真清净的所在啊，动至心上印。那么在这个清净的所在哈，无论是山内也好，也是伫道场也好，也是伫迄个也做，咱讲啊，住落处哈，迄个庄伫庄头诶附近也好。那么在迄个所在呢，动至啊，动是身躯的活动啊，至是安定落来啊，就是停落来。无论动也好，无论静也好，心相应啊，心呢拢袂讲真济心，安尼十念纷飞哈。咱一般人就是在家人是十念纷飞啊，咱顾虑的代志太济哈，啊，要甲关心翁，也要关心某，也要关心囝啊，是大人。也要关心咱的头路嘞，要关心咱的家庭嘞，要关心咱三顿，要关心咱身体嘞。所以咱的心呢，拢袂当上一，哦，袂当上一，袂当讲定定安尼，心安安静静，心安定落来安尼。但是做个人，唔是在咧空闲的所在，心上一，心安静落来。那么迄个一的基础呢，就是讲咱的心安定了，就居住在一个所在。哦，居住在这所在，伊那咧修止呢，原来是居住在迄个所在与所缘的境界。那么咧修观，伊嘛是也想象心当中的思维，迄个所在，迄个范围。哦，那么注意地回明观诸法实相。那么伊呢，这个修行人在迄个所在了，伊得用伊的智慧啊，用伊破这智慧啊，在定中哦。哦，心上一在定中，伊用着伊的智慧啊，要来观诸法实相，要来观察着一切法的真实相。那么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要去所谓缘起性空这个真理啊。哦，所以啊、哦，这个修行人哈，哦、就是这句叫功德等来，世间人是求世间的名利啊，行名义好从欲哈。啊，伫个世间呢，即落特别安稳啊。那么，如果若是了解这点的人，伊就翻得当来修行啊。啊，那么亲像只要出家人，伊就是伫个空闲的所在，心拢安安静静，用伊安定的心，用伊安定的心，然后在安定中间呢，来伊用伊迄个智慧啊，哦，伊用伊的智慧来去思维观察诸法实相。那么，咱去看下面这段文。种种诸法中，定该以定观入，该慧心集然，三界无论定。在这个诸法实相，哦，伊要观诸法实相啊。那么要观诸法实相是安那观呢？啊，在种种的诸法的当中，哦，就是这种种法是包括啥货呢？
那么照阿含经内底呢，基础福德在照阿含初的时阵，就是拢甲世间众生开始，那伊遐地种开始着这个咱的五蕴的信心，咱这个身躯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项物件合合的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法啦，这身躯这个也是一种的法啦。咱人的身躯哈是叫做我啊，这法啊，那呢？可以观察，因为众生拢讲认定，这个身躯叫做我啊，或者讲唔是，这个身躯未使讲做我。这个身躯因为三世的这个业，啊，就是过去的无明，啊，过去作业，较近来日来产生这个生命体出来。这个生命体是过去的业较无明创造出来哦，哦，是过去有这两项因，啊，无明做因，啊，甲这个作业做因，较今生的生命果报体，今生这个是果报出来。那么这个果报出来，这个生命体内底阁分有五项物件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啊，这个色，色就是咱的色心啊。啊，想、想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咱人精神的作用。这个肉体阁包括地水火风，吼、哦，分作总分类是地水火风。那么详细的分类，阁身躯是36种的不净的物件。那安尼对一项是你的，鼻也是你吗？哦，这个心是你嘛？是那安尼？哦，如果那是，也是我安尼，咱就有36种的我。啊，啊，那是讲五蕴，你用五蕴来讲，这个五蕴，色蕴是我呢，啊，受蕴是我呢，那安尼，色蕴那是我，安尼就有一个五的我安尼，安尼根本就唔是。所以佛陀就是在迄个时阵呢，在阿含的时阵呢，伊就讲阿含经的时阵，伊就来众生讲，这个五蕴这个法啦，哈、哦。这个我问这个法原来无真实，是真济因缘来合合实性。这也是讲在世间上讲个，讲一种的现象现出来呢。现象界内，这一种现象现出来。今天这个海中忽然间一粒啥物呢？一粒迄个水泡跳起来，那么连绵无外久就灭掉啊！啊、哦，就归于水安尼。所以众生生命体是业力幻化起来，而一个。咱爱了解生命一种现象呀，这个现象要现起来，唔知要持续多久呢？三等、五等呢？十等、八等，也是八十等、九十等呢？无一定，看伊业力，看伊福力。哦，所以众生，安尼是要拍发众生对这个身躯五蕴信心的一种。所以佛陀在阿含的时阵，讲种种的法律之中，讲到五蕴啊，啊，佮讲到六根，哦，六根嘛，讲真济。啊，十二日呢？十二日法就是讲六根啊，个六尘啊，个这个十八戒法就是讲六根啊，讲六尘啊，讲啊个因生根尘相续，因生起来六种的分别吼、哦，就是心啊，迄、那个种叫你别色心意的色吼，迄六种色的法安尼。总共一句呢，佛陀讲我因法也好，六日法也好，十二日佛法也好，十八戒法也好，种其他呢现象界种种的法也好呢。那么伊佛陀呢，讲这法咧，互众生去了解。那么这修行人呢，伊伫咧关注法实相是安怎观呢？伊在这个种种的法内底，伊面对遐法呢，该以定观入。啊，这法呢，伊咧观察的时阵呢，观察拢总是安尼观察，每一种法了。拢总观察伊无已经是相，拢是安尼观，吼、哦、定观入，安尼依靠我拢刻入这个真实咯，刻入真理，吼、哦、万法为色生，吼、哦、万法拢是如，拢是因缘起的，无主体，那安尼透过每一种法，伊拢安尼观察，定观拢同款，伊迄款的观察法，伊观察伊的缘起，观察伊的性空，伊用安尼的观了，靠尾较重啊，安尼去入法的哦。那么入法了后呢，就改回心即念呐。伊有安尼观，其实伊有透过安尼观的时阵呢，伊不但伊会当改回，这个改也是讲开的意思，哦，开啊，开改的意思，会当开伊的智慧，哦，不但因为咱的心拢整个的这个心拢集中伫一个所在，咱自然一直观呢，迄个智慧就一直增长出来，会当开咱的智慧。而且心入人，因为咱的心都无放外口来偏攀缘呐。伊的这个修行人，伊整个的心吼、哦，无论动也好，无论静也好，拢总伫迄个所在。
只有一颗心啊，要关注法实相啊。那么要既然安尼呢，伊的心拢是安定的，集言就是集静安定的意思。那么会使讲，那么修行修到安尼来呢，这个人呢，好、哦，这个大乘行者是三界无论变，在这三界内底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三界内底会使讲上界出色的人。哦，任何功德拢无法通改变，因为伊安尼落观落到底，伊得到禅定，得到高深的智慧呢，伊摆就来成佛啦。会使讲人中尊啊，众中尊。哦，那么什么人会啊当改变？那世间的众生，为是求天乐啊，为是求人间乐啊，为是求天的福，为是求人间的福。所以这众生呢，伊无论伊安那求，伊安那修呢，拢甲这个修行者，这个大乘行者。未必平静、哦、因为这个大乘行者将来有一天会当在这十法界地下底徛最高的位，徛伫坐伫最高的这个地位。那么伊其他在这三界内底呢，一切众生呢，啊，拢中伊所修的功德，吼、啊，拢中下面这个，这个大乘行者未必平静。那么这也是讲，伫这个所在的因中所果啊，伊今物咧修行的肯定，伊将来是三界内底的至尊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无一个会当改比平者。那么由这段文马上看出，啊，依照大乘的机关的法门来修，将来呢会当成就无上的菩提啊，作为人中尊、众中尊、十法界内底的至尊至贵，啊、哦。就是世尊的对吼，世界上界尊贵的一个圣者，哦，所以那么这对这来说，因这个记呢，吼，因在八戒经，吼，讲咱修行人乃当行时地行，地坐时地坐，乃至佛经家里时顺一心出禅定，这人是都是大乘菩萨啦，哦，啊，那么这个人是会使讲世间最尊贵的啊，哦，这是世间最尊贵啊。啊，搁落去，也搁讲讲以这个四句偈来讲啊，也搁讲出这是不是世间最尊贵的呢？在这三界内底呢，哦，当然三界嘛是讲这个世间啊，无一个甲伊的比者。那么就是讲，在目前来讲呢，以这款的修行呢，哦，这是实在是盖殊胜，以修这个法门盖殊胜，将来伊的成就嘛是盖殊胜。就是讲，安尼这条路搁行落去呢，把这个成就呢，哦，这不是三界内底。哦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内底，这个禅定，这禅定，老迄时咱讲因讲个，伊这未比平一啦吼。啊，色界、无色界，吼、哦，这是色界甲无色界甲欲界这三界内底，无论是天的路也好，禅定的路也好，啊，加这个啊，这圣人这个最高的这个解脱啊，最高的这涅槃，最高的菩提，这是无法度通个比者。啊、那么这是正修第六哈、啊，这是正式修行第六，要安那修哈的啊，这段文内底哈，这章内底就甲咱讲出坐中修加六缘对境修啊，啊坐中修就是有迄个五个意思的咧哈，第、啊、五个意思的咧啊对啊六缘对境修，佮讲出的在行住中哦，啊甲这啊工作语言的时阵要安那修。哦，要安那修止观，也阁讲出着，啊，六根来接触六种境界的时阵，要安那来修止观。哦，那么，甲咱介绍到这，下面咱阁来继续咱来了解这个修行了后，吼、哦，会引发出的这个问题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善根开发，啊，甲这个魔术，啊，这是修行过程必然有发生的两种的这个反应。哦，那么经过正式修行啊，咱拢调和了正式修行，修止观了后，这个修行过程所得到两种的反应，第一种就是宿舍的善根去开发出来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得到反应，就是咱去刺激到咱这个魔啊，哈、哦，魔就是天魔。那么天魔看这个人修行了，你若无出来了，然后一个继续修行了，你解脱啊，他也解脱了了。跳出这个魔的这个手掌心，就是讲魔无法能够控制。把这个这肯定这个是啊解脱啦，吼、哦，无可能去落入魔道来做伊的魔子魔孙啦，安尼，伊就紧张，吼、哦，就讲这个人在修行是去安尼啦，无来个扰乱，互伊卖互伊成就，安尼把这个互伊解脱，再变成变佛祖，迄
一国的安尼，啊，所以魔就会出来扰乱。这是第八章会讲到魔术。那么，即咱先来了解这个现金发地七，现金发地七，啊，现金开发地七，这是伫迄个33页，吼，33页，咱来看33页即个文，现金发地七。行者若能如是降价入空观中，善修之观者，即于座中信心明净，你是同有种种善根开发，应时摄地。那么这段文的意思，就讲这个修行人哈，咱修行哈，如果来当修之观降价入空的中。来修呢，来修之观，那么会得到信心的明净、哦、那么了后就会种种的善根来开发出来。那么这个情形，咱就爱清楚，种种的这善根开发出来，到底是真正？如果咱真来清楚，咱就知讲哦，安尼就是善根，这不是魔在扰乱。哦，那是魔在扰乱，咱就要注意啊。啊，这都不是魔在扰乱，啊，你当作哎呀，啊，真在修行，啊，魔在扰乱，我唔敢修的。其实这是好的现象啊，是善根开发出来。不过咱这唔知呀，所以前辈者会非常慈悲，就是甲咱指点这个问题。吼、哦，原来修行经过了，伊修因缘观了，啊，佫入空观了，安尼的修止观，即嘛了身心清净啊，也出现这个问题，这是好的现象啊，这是善根开发出来，吼、哦，安尼。所以咱等一下还过来了解哈，咱休困一下。啊，那么就讲到善根法，咱先来了解什么叫善根。哈，即句善根，有个人拢时常挂伫嘴啦，讲哦，这人足有善根的哦。啊，看迄个人爱晓布施啦，哈，爱晓念佛拜佛啦，啊，要皈依，要做善，就讲哦，这人足有善根的哦。哈，啊，其实伊唔知知唔知什么叫做善根。啊，某人听人讲讲，咱得爱加减啊，栽培块善根，吼，爱栽培块善根。啊，若无善根呢，吼，修行原来有障碍，吼。而且若无善根呢，就无迄个因缘，通好来入佛法来修行来出家，吼。所以咱讲爱加栽培块善根，然后咱来了解，什么叫做善根？善就是好的意思，根呢，啊，安尼善根讲的就是好的根。根那是树啊根，吼、哦，任何的根拢会生啦，吼、哦，根意思就是叫做灵性的意思。那么善根就是讲好的根呢，会当生出好的法，啊、哦，这个意思就讲你所做的那是会生出好的法呢，善的这个部分呢，那么这款拢叫做善根，哦、你即马咧做的哦。你的行为如果哪会当摆了，互你引生这个好的果报出来，啊，你所做的这个事，会当互你生摆起来，会当生好的发出来呢。那么你这款所做的这款叫做正善因。比如讲，你即马就会晓布施，吼，会晓供养，吼，会晓乞丐。你布施摆起来，当得到人的果报，天的福报。你人生有在布施，有在修福，未来世你会当在人中你有福报，在天上有那福报。那么这款的布施的行为，把这来当因生的人中福，会当生的天中福。那么这款的布施的行为叫做善根，你所做叫做栽培善根，叫做正善根。那么你乞丐啦，你今仔日在乞丐。家若饲了有清净，别日来有可能去天上享受天的乐。啊，也就是讲，你今仔饲家饲了有庄严，别日来人间啊，拢是差不多做官，吼、哦、做官。那么，所以你有咧饲家，有咧布施啊，那么这款的善行啊、善法啊，你别日来当得到别日来好的结果呢，那么这款叫做你的栽培善根，吼、哦、栽培善根。那么在佛门内底讲起讲，你在佛门内底，还是世间内底呢？你所做善法功德，
你的家己，你的别人，别人伊会当得到好的果报出来，那么这款拢叫做正善根，吼、哦、正善根。那么即摆下面讲讲善根法，为什么讲善根法？这个法的意思什么意思？这个法就是个善根开发出来，就是讲这个修行人，伊有咧修止观，伊以前捌曾经有证过善根，就是讲伊还未修止观之前。伊过去世也好，前两世也好，还是足侪世以前，也是讲，伊即马还未修止观的前半世、前半生，伊有伫种善根啊，有伫布施啊，有伫供养啊，啊有伫尊敬许多人、孝顺许多人啊，有伫念佛啊，即种种的善根，伊即回伊伫修止观啊，哦，心渐渐定落来啊，会当互心安定落来的时阵呢，渐渐呢，喂。伊个过去所修的，伊所种的这个善根，忽然间伫伊个禅定中呢，啊，现迄个相出来，安尼，哦，那么这款叫做善根法啦，哈、哦，善根法。那么这个文呢，这段文呢讲，行者若能如是，将加入空观中修善，哎，善。善修之观者，即以这种信心明净。你是当有种种善根开发，啊，即个这段文的意思讲，修行人如果哪当如是，啊，如是就讲安尼安那修，安那修呢，将加入空观，而加观进入空观。这个加观意思安那讲呢？来讲，咱的修行一定爱将这个世间这个假法啊。咱袂使安尼空空无一个所缘境啊！哦，咱来缘哦，这个身躯，这个叫做色身。这个身躯，你若要修无相观，你着用这个身躯来甲思维啊。这个身躯是假法咯、哦，这个假的意思就是讲，唔是真实的，因为这个法呢是爱照着咱的业力，照着父母的因缘，照着世间的五谷安尼，咱这个身躯才会当维持落去，这个、生命才会当得着。哦、所以这个是叫做假法，假照来的，假照因缘来的法，这叫做假法。那么对这个假法，你去甲思维啊，这个思维安怎呢？这个假法其实实在是无常，哈、哦，无常多变。安那无常呢？那是常，爸母甲你生的啦，娃都袂大，啊，那就永远不变啊，人婴儿就永远还大汉啊。哦，但是唔是啊，会变化，哦，一直变啊，哦安尼，你囡仔你若较好药饲，安尼食八点困八米，安尼你大着真紧。啊，若歹药饲的，不是咧找医生，不是咧收惊，啊，这囡仔着饲了着单单，因缘无相像，所以这个无相法的变化，哦，无相法变化来讲，由细汉的一直五谷互伊，牛奶互伊，奶水互伊，哦，安尼啊，种种因缘互伊，伊着渐渐大，渐渐发生变化，哦，无相啊，多变。变化甲大人啊，变化甲老人啊，变化甲到尾啊，身躯阁变无去安尼。所以伫这个所在啊，照着这个身躯，伫这个假法来修哦啊，原来这叫做因缘所生法啊。嗯，到较老到尾阁无去啊，安尼，伊无实体啊，哦，无实体，叫做破坏法，叫做变化法安尼，叫做无常法安尼。伫这个假法落去甲思维啊安尼。了解讲，原来这是两种假法。那么假法呢？你对这假法去了解的时候，你就会当入这个空里啊。安那入呢？你知影讲这个是假法、因缘法，啊，你就了解是啥物因缘，好造成这个法了后，啊，发现伊的体性、伊的本性，吼、哦，任何法伊的啊这主体呢，拢是空无所有。伊个实体叫做空无所有，那么这叫做将假入空观。你安尼修的时阵，先修止观，你会晓安尼修，修止观呢，即以自中信心明净。那安尼，你安尼静坐的当中呢，你的心会真光明啊，真清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安尼修心会光明呢？因为你心拢集中精神伫迄个所在咧修空观、修加观，安尼你的心是毋是无妄想心？你心安定落来啊，无妄想心，安尼心就光明起来啊。
因为你如果若是有梦想心，伫遐咧去贪啊、去嗔啊、去疑啦、去慢啊，哦，去迄烦恼心，这烦恼心即个乌云啊，咱的心的乌云，心顶悬了搭一片乌云，安尼自性的光都发袂出来，吼、哦，心的光都发袂出来。所以心你若无搭乌云，无迄担心去烦恼，伫迄个所在咧，甲你交叉咧在叮当，无梦想心在迄个所在咧乌白梦。那个梦想十念迄人间，那安尼你心得清净，不但清净，也心安静。哦，安静就是心无遐个梦想心，贪嗔痴的活动叫做安静啊。你安安静静伫遐，无遮垃圾物件咧，甲你看你的自性，咧蒙蔽你自性，自性心会更得发出来，啊，即叫做明啊，吼、哦。那么无迄个烦恼伫迄个所在，无乌云搭伫迄个所在呢，你不但安静。而且无烦恼伫遐咧交叉，你的心嘛真清净。你会感觉讲，整个人身心真安静、真清净，感觉真好安尼。你是当有种种善根开发，在迄个时阵呢，真自然的有种种的善根。假如讲种种的善根，都毋是讲干那一种尔，有真侪种的善根开发出来。啊，不过这消极观内底，最主要甲恁讲出。五种的善根开发出来，这五种的善根开发出来呢，啊，咱应时设立，咱应该需要的去甲认识，啊，去甲知影，吼、哦，这是啊，前辈在慈悲，把咱修行的这个过程中间，而且反映出来这问题呢，哦，把咱指点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看话那是无看过这个这册呢，哦，好现象来，我要惊死，我唔敢死。哦，啊，唔那些，啊，我也唔是买现象出来啊，佮欢喜到佮接着讲，佮足欢喜个四过品，伊较认定的认定，迄是真好。啊，其实已经入魔境啊，哦，已经和我种种的外力在佮操纵啊，在佮糟蹋啦，伊佮唔知啊，佮欢喜吼，啊，即嘛心佮特别遐，就继续落去，嗯，啊，这到尾啊吼，这产生真大的问题吼、哦，所以我。真正有一个地主吼，我来是常常用得来咱的工堂遮济，啊，看伊伫迄个佛前遐济时阵，拢常常伫遐济，啊，片啊、楼啊，安尼啊，常常伫遐济楼甲规个面、规个片一直流出来，流甲规身躯吼，啊，拢唔也无要甲整理，拢常常，等下就笑一个，等下就面吼，啊，有人拢伫遐济手啊、臂安尼安全动作，啊，嘛有诶，等迄个所在停一下，等下行脚路。啊，惊！哎，等下咧，全脚步就对安尼吼，所以这拢是已经问题出来啊。这个问题出来就是在于修，要修这个禅定的时阵，伊就是对这个切见高，无加减嘛去加认识。如果伊若有去加认识呢，再讲产生讲，嗯，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见高咧写讲是某种的现象，啊，这个邪嘛，啊，这个歹的嘛，安尼，伊就家己警醒，安尼就赶紧。会收卡在滴，唔敢去做了，安尼还佫会救一咯。安尼来讲，已经歹面、歹现象，伊当作是好的，哇，还佫真着，佫真爱哦。那么安尼呢，都爱会入魔境，吼、哦，都爱好遐，迄外力安尼佮控制掉了呢。吼、哦，所以咱来注意讲，到底是好还是歹现象呢？吼、哦，总共袂当真清楚，因为即款的问题呢，啊，叫前辈再讲吼。这个范围真宽啦，要真清楚呢，这是原来唔是足简单呢。原来就爱讲有迄个先知识，有真明了的这先知识，安尼咱会用去请教。那么这善根发出来，哦，如果咱也是好的来当作歹的，咱就停起来，唔收，安尼就怕生，吼、哦，安尼真怕生，吼、哦。咱来看这个，咱来看下面这段文，哈、哦，下面这段文，这是伫迄个33页的第4节，哈、啊，今六名善根发相，有二种不同，一为善根发相，所谓布施、持戒、孝顺父母、尊重、供养三宝，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。此是月思欲非正修，以魔境上难
心不分别。啊，这里讲的讲，即马大概吼，要简单，这个六就是简单的意思，要简单咱说明善根开发吼，什么款叫做善根开发吼？啊，比如讲你修行的时阵，有种种的境界现出来，那么这款的境界是不是属于善根开发呢？那么你伫真内底安尼甲对照，咱就知影。啊，就是讲你修行的时阵所发生的境界，用这个文来甲对照。啊，如果那是看文来讲，讲这叫做善根，那么你就爱继续精进用功，这是吼、哦、用功就会得个一个较好的消息出来。那么家人讲讲，要甲咱说明善根发相，善根开发这个情形啊，这款现象呢，要甲咱讲出两种无同款。第一是外善根发相，第二叫做内善根发相。吼、哦，这但是这重点哦，修行的重点是咧开发咱的自性智吼、哦，所以。那是外善根发相呢，这款呢虽然是好啦，哦，但是这应该看这个修行啊，哦，他们在修行修这个修行要修定慧呢，应该是无什么讲真大的关系，无什么关系，哦，所以外善根发相，这是咧甲你指明讲，你过去都有修这个善根，哦，但是这修善根呢，看解脱无相关呢，哦。什么叫做外善根发相呢？一外善根发相，所以布施、持戒、孝顺、福报、尊重、供养三宝，及诸天合等善根开发，处是为殊。外善根发相在指什么呢？指是讲咱的布施，咱有咧修布施，吼、哦，布施啊有咧持戒，咱过去有咧修布施的这个功德，有咧修持戒功德。啊嘛，有咧做孝顺父母，啊，甲即个尊敬咱的师长，吼、哦，即个讲尊重，当然即尊重就是咧指啥话咧？指即个有德行的人啊，吼、哦，有德行的人，咱的即个师啊，哦，咱的即、這个咧甲咱剃度的师，甲咱修改的师，哦，啊，即前辈者呢，对即个父母尊重有德有孝，啊，有德以教奉行啊。师父若讲叫咱创啥货，前辈者若甲咱教育，要叫咱创啥货，咧甲咱教育，咱爱顺从，爱依教奉行。所以有时我感觉讲，伫道场修行的人诶，前辈者有时啊，好讲要甲你布啊啥货，你布啊你即个五七服务去，要破帮你破你五七，我毋知影。伊叫你做代志，有时啊，你会感觉讲，师，甲我做这個，感情我无啥欢喜，哦，我无啥介意的。伊就，你讲安尼，我无要听你。你甲我讲安尼，照我无要照你意思做，我拢照我家己意思做。啊，所以安尼修到家己，到尾也是五执愈重啊，五见愈重啊。哦，咱修行要正初果，要正悟正法心，这个关键是伫这个所在，下化这个五执，唔通。做代志拢依照我意思的而成，所以有时呢，人群众讲恁爱服从命令啦，啊，伫佛法内底恁爱依教奉行，意思相像，袂使有你个人的看法，袂使有个人的执着。啊，这是要帮助咱破魔障呢。所以咱啊较巧的人伫道场内底，顶啊叫咱做啥货，是得做依教奉行。安尼，你拢无依家己的。诶，意思这意思，安尼的词。第一，你的思想怀疑；第二，照着安尼来破家己的执，不是真好吗？这话不是啊，哦，话不是，拢总无要顺啊，无要顺思想的意思，无要顺父母的意思。供养三宝，哦，在三宝内底呢，哦，如果呐有法度供养到这个三宝，会当在三宝内底，会使讲修这个大福，哈、哦。这是拢总是叫做善根呐，哈，叫做正善根。啊，搁有的是在这个啊，在修智慧方面是听合定，哦，听经上经听经文化这合法这呢，这拢总叫做善根。哦，这拢叫做外善根。
如果若是修行，修到你心安静落来呢，这神经会开发出来。开发出来呢，就是讲你早前你前世就有做这神经啊，有咧修这，哦，也是咱唔知影。啊，也是讲你前半生你有咧修这，你即马咧修这个禅定，你心已经静落来的时阵呢，在静中有发现，有这相拢现出来。也是讲你的心呢，哦，你的布施心生出来，慈悲心生出来。有好事大人顺住人的心生出来，啊，供养三宝，啊，加这个听经闻法，这个善心生出来。那么这款，这叫做善根，叫做外善根开发出来。那么这是外事哦。只要讲讲外事，先来讲外事。那么外事一向的应该够有内事，内事就是讲咱心内底的代志。这是讲，这只哪只看个，这是拢福报的代志。嗯，是内心这个啊，这定慧开发的代志哦。那么如非若非正修，以貌敬上人。如果你若是有一个大智慧的人，就是讲你修行了，一定一直咧注重这个空理的这个开发这个空理的实情呢。如果你若无迄个大智慧，知影讲法是因缘空的无主体呢，那么你布施持戒忍辱，哈，也是孝顺父母，这做的呢，拢看你拢有所求有所得的，你拢总是烦恼上瘾。你就是贪着布施有功德，你才要布施啊。贪着着持戒有功德，你才要会得到人天福报，你才要持戒啊。贪着了八关斋戒有大福报，六十万世人的这个大如意报，你才要修八关斋。这是凡夫正常的心，凡夫贪功德。哦，这是看烦恼相应，所以修这款的善根呐，我们叫这是善法，这会当生善报出来。但是这是看烦恼相应，烦恼叫做魔啦，哦，这是烦恼魔叫你去做的。那么这款叫做看魔境相染，那么这个魔境相染就是看魔的境界小染杂做会。那么这啊，我叫我意思呢，我所体会哦。哦，咱参考。我的看法是讲，咱一般凡夫还未经过修止观，还未修过禅定智慧，就是讲还未有得到定境进前啊。咱的心拢是向我下啦，咱的修福是烦恼心。我为了贪功德，我去布施；我为了贪功德，我来持戒，我来。有法是大人来做世间的善事，来供养三宝，来上经拜佛，我拢总爱做这個，为啥？我心贪功德，所以我用身躯，我向我去做这个工作，向我。而且我迄阵啊还未受定，所以我用善乱心，第一用贪心来做，用贪烦恼想；第二用善乱心做，因为还未受定的。第三呢，哈。就是讲用啥物对我去做的，唔是内心的工作。所以，因为这个问题呢，所以才讲看魔镜上难。为什么看魔镜上难？这看烦恼上瘾。那伊烦恼魔讲起，你就看烦恼上瘾。伊做这个工作，你伫这福内底有这个烦恼的成分伫内底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讲，你做这个工作，你摆起来是伫个报施。天的福也是人中的福哦，咱来知影，魔嘛是真有福哦，魔是伫天的福哦，魔伫天的福是六欲天内底，这他化自在天，遐另外一个魔的世界。因遐魔呢，因那福天魔的这福，咱真殊胜。所以咱伫个人间福，伫个天的福，啊，看魔伫个福，唔是说啥，拢是同款福，拢是有漏的福，报了就无去啊。哦，因为参烦恼相应，啊，你有烦恼心理，你后尾做这个福，福你，你有精就有所得啦。安尼，这个福福你，但是呢，这是有烦恼的福，这报真就无啊。好、哦，那么这款福跟魔的福不是相像，所以你搞是你也搞不清楚。好、哦，那么第三就是讲，你所做的工作呢，跟魔做的工作不是相像，这安怎讲呢？因为咱今仔日来了解魔，今仔日伊个套路、伊个事业，伊专门就是看修行人作对。
伊无爱互修行人来修行来解脱，啊、哦，来出三界来解脱，伊无爱安尼。哦，因为遮修行人啦，修行修修的来解脱啦，啊，修行人修修拢成佛成菩萨去哩啊，安尼，即拢参参佛共国去啊，都毋是未落入魔迄国啊，安尼，伊无爱，所以千千般万般的参遮修行人来作对。一个人修行人修到要脱离即个欲界啊，哇！因为魔是魔天是伫六欲天呐、啊，那色界伊就管袂着啊。哦，所以这个人呐、啊，修定呐、啊，修到有一个定的境界，哦，有可能由于初禅的，伊就赶紧来个障碍啊，不要让伊入初禅天去。安尼伊白日了都袂当属于啊，吼，哦，无除非就讲这个是外道定啦，外道定伊会阁摄落来，安尼阁白日属于观。啊，这个也是讲，因为咱修行啊，在佛法内底修正行、修止观，伊伫个禅定，灵光得着智慧，伊用智慧破坏一切烦恼，伊就解脱了伊啊。哦，解脱了伊啊，啊，就幸福起来啊，安尼。哇，伊就搁一个啥货呢？伊就搁一个对头啊，安尼，伊无爱，所以伊就来障碍。所以某的事业、某的套路，伊就是跟修行人咧作对啦。哦，无爱会解脱，要来障碍解脱。那么话讲到这，咱今日那是唔知影修行的重点伫倒？你安尼爱得人天福啦，哦，爱得感应啦。啊！布施乞丐，我拢要看有较大个福报无啦。哦，所以为人真颠倒呢。伊做一挂工课，一挂修一挂上一个经，咧回向，却唔甘回向个众生啊。伊讲回向个众生，伤过无彩去啊。哦，啊，咱着爱回向个家己，唔通回向众生。所以为人有这种自私个心理，啊，家己爱家己个人有福安尼，啊，无管在众生个希望，啊，无去想着众生过去对咱个因啊真大。也无一点仔自卑心，咱今仔日也要修行，赶紧来甲回向，来甲帮助众生好，赶紧来入法，让伊也要自修。所以为人颠倒，安尼即款的自私心，要求福，要求人中福，要求天上福，啊，为孝顺是大人，尊重是大人，供养三宝，嘛是希望会当一文写出万文修，在三宝内底种福，种大福报。我今仔伫三宝内底种，报是一百块。未来若是得福报的，看会当一百万福啊！的，伊嘛是求福啊。但是咱通知影，你今仔日伫三宝内底布施乞丐、孝顺是大人、尊重师长，也受这个大福报，福乎你啦！让你足够修的，你这世人才打拼修，受大福报，互你做人中王来啊！互你做去做天上，会得大福报。天上的时间是真长哦，那是障碍哦。一段时间，也是讲你修禅定，得到这个外道定啊，哦，啊，你得到定，得到天上这个定乐啊，啊，你八万劫牺牲在迄、那个八万劫的时间，住迄个所在，袂定袂动，安尼，哦，如果那一段时间你来修行，才来解脱去啊。所以变成讲，你无论得到人中福也好，还是天上福也好，还是这个色界无色界这个禅定的这个福也好，拢总是障碍家己呢。哦，人中福，你要做官的，有钱的人做官的，哦，即个总统，你看伊会晓个修行未？哦，伊较早修行啊，较早是修行人，是修定的人，修这个界的人哦，人生来做官，伊拢就较早会晓，遐工课拢袂去做啦，人生修行袂当阁继续哦，还阁断，还阁耽误家己的时间啊，不但袂当继续，阁来拜贴佛教，哦，啊，阁来诽谤迫害啊，嘛有嘛。哦，这不是耽误家己吗？所以这就是家己来障碍着家己的解脱，这是。所以《华严经》有讲一句话，讲若无发菩提心呢，你所修的功德、所修的善法，拢总是魔业，拢总靠魔相伤，魔在做头路相伤，会让烦恼转来障碍家己。所以咱今仔修行，若无用自性的慧开发出来呢，你无论做偌大功德呢？拢总是自身的障碍啊！所以这跟生死无相关，我认为讲这是参相生生死无相关，这是解脱以外的空慧，这是我说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解脱以外的空慧啊，那么解脱以内空慧就是修内啦，内向来修，哎啊，修机关，哎，修禅定，修地位，还是真正的这个。
类似还是解脱的依赖的代志，含解脱有相关。哦，所以咱爱注意哈，咱因为真侪众生拢修行的这个目标，哈，迄个标你也未出来，哈，这是真可惜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咱讲啊，这外现经法相的情形是布施、持戒、孝顺父母、尊重、供养三宝，啊，甲听经、闻法啊，这会发出来呢，咧叫做外现经法。那么这个详细情形呢，哈，这地藏大师是讲并不分别，伊无要讲，但是我有意思要哈，简单大家介绍，这是要透过释迦牟尼佛里底有讲出来，这五个神经法相的情形是安怎样啊？哦，咱知影。假使咱有这个情形，咱就了解哦，原来这叫做外神经法相，也就会较搁甲咱介绍啊，祝福诸位，福慧增长，弥勒尊佛。